我不知道到底文化程度那么低。那么可以很肯定的说，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，中国人要比美国、比西方多得多。我们政府真的太厉害了，所太喜欢在中国做坏了我的生活。穷人只配当保镖。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小心啊，今后拉清单。不同意的请举手。没有。